猜巧了哟，猜巧了哟。大重庆卫武要三桥与隧道同时开通，还专门留了两天呢，给我们市民拆桥，搞快点来哟！那两天都是拆桥的时间，那两天来只通人不通车哟，要想拆桥的搞快点来哟，抓紧那个机会哟。好凉快呀嘞。爸爸。蔡家大桥、水土大桥，还有李家大桥，那三座桥啊，同时开通。哎呀，你看儿，我今儿好心，直接把那个自行车开起来拆桥。走，下一个桥拆桥。嗨。